而在南加州集地产、贷款跟教育于一体的顶级集团，他们位在天普市的总部办公大楼已经全新亮相，也在日前举行了剪彩仪式，希望给客户更完整的服务。在南加州集地产、贷款、学校于一体的顶级集团，为了加强服务，在去年买下位于天普市的办公大楼，以全新装潢和现代化的硬体设备，提供买卖地产以及贷款一条龙服务。为了感谢社区，顶级集团日前开放他们全新办公室来招待社区的邻里和客户等，同时邀请天普市市议员和市长举行剪彩仪式。今天是我们那个顶级地产跟顶级贷款的 grand opening， 然后我们欢迎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的同事，跟我们所有的 agent， 跟我们所有贷款部门的人员，那有这一次参加我们的 grand opening。那最主要的话，我们是欢迎所有的这附近邻居，我们给他免费的招待、吃喝，还有送礼物。We're so pleased to have him in the city. It's an honor, and this is a fantastic building. It's done such a great job with it, and everyone here is excited. I just know they're going to do so well in the city, and it's just a great thing to have these types of businesses. We certainly will do whatever we can to support them, and we're happy that they've chosen Temple City as a home. So congratulations and continued success. 我们知道 Temple City 大部分是住宅区，所以我们商业区的地方是很少，而且他在这边把外表这个 building 整个装修以后之后呢，对我们城市那个外表来讲一个很大的进步，所以我们很希望以后有其他的 business 跟 Tony 的 Supreme Investment 差不多，欢迎他们进来我们 Temple City。 由于顶级集团总部的办公大楼就位处在天普市的交通要道上，因此集团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超过40位房地产经纪加入顶级地产公司来服务社区。目前集团拥有三个部门，分别为顶级地产投资公司以及顶级贷款银行、顶级地产学校，为当地社区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